一杯滚烫的手冲咖啡从巨大锅子捞出来，煮得恰到好处的粉面，浇上每一家店独特秘方的牛腩汤头，放上配料，这是很多澳门本地人对于早餐最美好的记忆。然而随着澳门生活素质越来越高，不少传统茶餐厅也开始纷纷转型，变得新颖时尚，但时日过去，老店的古早味反而变得弥足珍贵。而位于老区黑沙湾的周根记咖啡，坚持数十年如一，在时间巨轮前不为所动，反而保留了澳门本土珍贵的味道回忆。来到这里，可以感受澳门最温暖的温度。